一般朋友 VS 超级好妈鸡。李春，你看我老板出的新歌啦，《少年讲》超酷超好听的啦！哦，哇，你都听不懂，这什么歌啊？八九哦，屁孩哦，啊什么强？小强啊，这什么小强？哎，你们在聊什么？一哥，跟你讲，李春刚刚说你这个新歌，没有，我说这个新歌很屌哎、欸！哎、欸，《少年讲》哦，你新出的，刚刚不错，前路应该吃到五星级，哎、欸，刚刚一个。少年讲，这一局让我来 handle。少年讲，只穿 bands 不穿 candle。少年 girl 专门制造一些甜头 ，Yeah， 少年 girl， 耶，穿了变少年 girl， 耶，哎，你看意义，走路变态，这段五星级。一般朋友 VS 超级好妈鸡。李春，你看我老板出的新歌啦，《少年讲》超酷超好听的啦！哦，哇，你都听不懂，这什么歌啊？八九哦，屁孩哦，啊什么强？小强啊，这什么小强？哎、欸，你们在聊什么？一哥，跟你讲，李春刚刚说你这个新歌，没有，我说这个新歌很屌哎、欸！哎、欸，《少年讲》哦，你新出的，刚刚不错，前路应该吃到五星级，哎、欸，刚刚一个。少年 girl， 这一局让我来 handle。少年 girl， 只穿 bands 不穿 candle。少年 girl， 专门制造一些甜头。Yeah， 少年 girl， 耶，穿了变少年 girl。Yeah， 你看意义，走路变态，这段五星级。